咱们国家真正完全靠自己的力量设计生产，然后所有的设备都是国产的这样的飞机呢，这么大，又是水陆两栖的，完全依靠咱们自己的力量把它做出来，也马上就要飞到飞上蓝天了。这个是，所以对于我来讲是一个非常荣幸，再一个呢，也为咱们国家感到自豪。